Oh my god！ 吓死我了！你差点死了！我差点就被你一击打死了。院长，你在这里，你不在打扫？对呀、啊，你感觉怎么在那边闲晃啊？哇！去那边，而且我们只要走过去，它都会炸开。哇！哇，那是鹅吗？就自己推进去。是哎。哎，蛮美的耶。啊、就这样走进去吗？就这样子走进去吗？他们阿妈以前都是这样位置。哇，我还是这样位吗？他没有要吃的意思。他们是不是有在打他们？对啊，为什么他刚明明？还是其实是放在碗上面给他们。啊，没有想要理你。狗狗给，狗狗给你也不吃吗？鸭子很可爱耶。狗狗给。要喂吗？我他妈叫成这样是害怕我们吗？不可能。那是蛋吗？我哎，可是拿我们的小孩，他会不会咬我？你我走过去看他会不会？他应该就会走开。对。然后你要去拿蛋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的羽毛在上面。哎，那里真的耶，两颗，是不是？也不是，这也是吧？你小心哦，豆子哦。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没有要吃的意思啊。那你妈要吃的。好啊，没反应。大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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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宝。东狗，东狗。好恐怖。东狗在偷小孩哦。豆豆。感觉我好像是在威吓他们。要不要吃这个？哎呦呦，这个是吗？我好怕。这感觉也是哎。这一颗对不对？嗯。其实是火鸡蛋吗？我去给 chef 加菜。那我们是不是要？我们是要赶快离开这里。OK。那这种蛋要孵化吗？要洗吗？对啊，拿去厨房好了。妮来，妮妮，我先来洗它好了。我们捡了蛋，火鸡蛋。Oh my god！ 真的、啊，嗯，就可以煮来吃的吗？不晓得，你有吃过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好像有吃过鸵鸟蛋，我有吃过。所以那火鸡到底怎么看？哪个是公的，哪一个是母的呀？是比较小只是母的？小只的是他们的小孩。看不出来哎。对，这民宿是我们偷来的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们把老板埋在后院。Oh my god！ 吓死我了！你差点死了！我差点就被你一击打死了 ！Oh my god！ 请小心！吓死我了！请小心！店长，是？为什么在这里？啊？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不在打扫？对呀、啊，你感觉怎么在那边闲晃啊？他们快好了，他们快好了。你是负责监督的就对了。来晒晒太阳吧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我们要学新卢的店长风格。喂，哎喂，你们快好了吗？我们快好了。啊，快好就下来到厨房，我们等下要那个送客人走。那我们还要先下去好了。我觉得我们现在下去送。没事没事。那我们要下去送。在弄床单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床单。那你需要我上去帮忙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们两个现在这样非常没问题。但你需要我们下去送客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先下去。没有。没有很急，没有很急。好，那我们换吧，煮些东西吃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把这个搞定。